听听你的声音，说出你的想法。我会买惊喜包、豆片、紫树开花、香烟糖，因为小时候就会想要当个小大人。营养师自曝小时候也爱吃垃圾食物。以前啊，我们小时候不懂事，然后就去偷买这种东西，然后在回家的路上，很好吃啊，有一家那种就是那种路边摊这样子，然后小小的一间，然后就被我们同学诱惑，就买一个一片都一块钱的，因为这个东西被打翻，真的。然后我妈还去跟那个摊贩说不可以卖给我，结果上次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妈已经跟她交代好，然后她就跟我说，哎，你不能买这个，你妈说你不能买这个，我就，然后她就说，可是你妈没有说你不可以买那个。冷冷的冬天夜里，想吃火锅却不想出远门，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？就让大肚皮来告诉你。感觉比较 gay 掰的处理方式，我们稍微用喷枪，然后烧，让它有那个焦黑烤过的痕迹。然后另外我们有准备一些水饺、泡菜、关东煮，啊，热狗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切一下。那我们加热到滚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其他的料，我可以加入泡面、新鲜的鸡蛋，放 cheese 片、小豆苗。超美味部队锅搭配达到无我境界，杰哥吃到脸都歪了。大片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大片，快醒过来啊！杰哥是不是没有吃到头都歪了？这泡菜真是赞！更多稀奇古怪的内容，尽在冠军名嘴，我来当。